看看新闻网。国际影星杨紫琼的爸爸杨建德日前在位于马来西亚的住所安详离世。当地时间11月9号，葬礼举行当天，除了杨紫琼到场外，其男友法拉利总裁让托德以女婿的身份为杨紫琼父亲戴孝服棺。相差10岁的让托德和杨紫琼相恋多年，一直相处融洽，但至今没有成婚。既然如今准女婿的身份已经公开，托德也该替杨爸爸照顾好他的女儿吧。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。